简单的路。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扩张，台湾会持续的跟民主伙伴一起加强合作，捍卫共同的信念跟价值。我必须要强调，我们越是做好准备，企图侵犯我们的人冒进的几率就越小。我们越团结，台湾就越强壮越安全。我们今天已经迈出关键的一步，请各位为强化台湾的国防战力和韧性继续全力以赴，让我们一起加油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